碑哈，五角碑，一个单纯的出租空地出租，摊商这些民众底层的民众，他们为了做生意，然后呢，来自己来搭建这样子的一个这些摊位哦，来做生意，哦，就是为了要能够一种就是满足他们的收入，让他们生活哦得以依赖。就这样子简单的事情也要无限上纲，但是我们的政府为了选举，一切只为了选举，只要是选举要打倒原犯，什么都可以没关系，就是把这些市井小民底层的人民打死打趴也没关系，欺压这些人民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。